大家好，我是和登集团的苏培军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 Banyan Tree 悦榕集团开发的 Angsana Ocean View Residences 悦春望海轩。这套两卧室户型的面积为210平方米，您直接进入宽敞的起居区，经过开放式厨房，迎接您的是一个宜人的泻湖及安德曼海景。您拥有自己的户外区域和私人游泳池，可以在白天或晚上放松身心，享受持续的微风，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，沉浸在周围的自然宁静中。试想想，100多万新币在新加坡或其他一线城市，最多也只能买一套小公寓，想要买一套200平的海景豪华私宅，可说是天方夜谭了。这奢华的滨海业务价格从泰铢4000万起跳，相等于不到新币154万左右。位于著名的 Laguna Phuket， 这就是普吉岛占地1000英亩的普吉乐古浪度假村。这里是您享受度假、退休生活，甚至海外投资的梦想之家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主卧浴室。它的面积已经可以和新加坡的一间卧室相媲美了，这就是优质生活，各位，您引以为豪的私人空间，花些时间在浴缸里放松一下，或者享受淋浴。在浴室的这一角，衣柜通向卧室，面朝着水景。当您需要更多隐私时，简单的关闭推拉门即可。现在看看主卧的面积，特大号床，2张床头柜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，甚至还可以放置沙发和书桌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从室内，您可以躺在床上或沙发上，遥望外面的宁静景色。那如果您喜欢自然的微风，只需踏出去您的私人游泳池，它横跨整个单位的宽度，您可以从两个卧室和起居室步入这个区域。这个展示厅呢，面积是210平米，这里的户型面积从173到395平米不等，所有的单位都面向泻湖或海洋。您甚至可以选择长达5年的延迟付款计划，选购心仪的房子。让我们带您看看另一间卧室。现在这里的布局有点不同，您有一个哺乳室衣帽间，带有梳妆台的空间。卧室同样宽敞，足够放置特大号床或2张单人床，还有沙发和书桌，还有大量的行走空间呢。衣柜通向第二间浴室，主要的区别呢是这里的淋浴间呢替代了有向主卧浴室里面的浴缸。当然，您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储物间，位置恰好，不阻碍房子的动线。那各位，无论您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个人享受，我觉得除了新加坡常规的房产之外呢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请致电9697-1131，我期待在 Angsana Ocean View Residences 悦春望海轩为您服务。